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 杨，我的中文名叫杨一斌，我来自台湾台北的阿哈沙龙，我是阿哈沙龙的创办人之一。我在2013年的时候拿了台湾的世界赛冠军，代表台湾去地中海比赛。我们的店名取名叫做阿哈，这个名字的话，它是取自于一个英文的单字叫做 Aha Moment， 那会希望说让客人想要到这个地方像是到朋友家一样感受的。那 Salon 的话，它其实算是社交场合大家会聚集的地方，我们会希望它打造的空间就是很像是你来到朋友家的客厅，你可以很舒服的享受每一杯饮品。我的调酒风格大部分的客人都会说是很好入口，然后比较细腻的，因为我比较擅长，应该说最擅长的是做草本植物类的或是花果调性的。回归到人的本质，我们要去思考什么东西是真的需要的，不要为了做一件透明的东西而去做。其实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会反其道而行，它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风味它该出现的时候没有出现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回归到人的舌尖上面的口感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应该要 focus 在客人身上，而不是只是低着头一直在忙碌的做所谓的鸡尾酒。我们应该透过一个对好的产品来打开我们跟客人的这个桥梁才对。应该马上消失的就是低着头默默在做自己事情的，没有必要的请刷文化稍微收敛一些些，对，要去做适当的拿捏。